就了看呢，黑高速刘永聪以先前有因为高铁十九届金球奖最佳行业高速屯行业钻石奖，一摆以用心做黄山来做背景，用甲客家歌谣屯彩天人文风情嘅钻石，听到唔第二，再讲因为金球奖最佳行业高速，也还打算爱屯国际交流，屯客家音乐推广到全世界去。土特别出世的刘永聪，阿妹是红路人，不过做生意的基业太是做新主。他前一种专辑因为 T 十九届金曲奖最佳抗疫演唱人同抗疫专辑了后，刘永聪为到学行抗疫时靠种身法办到新主，创作出听到唔电影专辑，因为今年金曲奖最佳客家歌手。听到唔电影的意思就是今年嘅客家上新。嘅永遠來到 any 客家中 ，any 就老 any 同好食、同好糖、同好糕嘅東西全部拿出來，大家拿出來就大家都懂聽，即係一個親 any 行人嘅即係好客的心情。一摆一摆重复大半年，系刘永聪对创作得到肯定，还有盼体育场今年演唱会亲切的感情。同刘永聪的歌曲地图，如叶琴、弦、王潇、小太提琴的等乐器，丰富编曲的多年性。歌曲版因为金曲奖了后，刘永聪、刘叶带到台北市开业今年演唱会，说落来之后啊，带进客家音乐去多国制作交流，体育站爱去新疆。系因为人家没有教给我叶琴。这片没有一个乐器，很多冬不拉，没可以用两条弦的。我知道，冬强强，不过个演出的方法，演出个教的方法全部没可以用。如果我上去一看，那一片有嘛个没可以用，有嘛在吃掉哎，你个学习的地方。路桥是系刘荣聪看到新竹新港桥，可能我本人插拍亲身的感慨。对佢来讲，客家音乐但唱系生活的累积，未系佢对家乡的土地亲身的人文关怀。康新闻台关注刘文辉特别报道。